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哈、哦，200公斤嘛，30度C 的水，然后洗澡的时候我把它配成了40度C， 请问我到了60度C 的水多少公升？那这一题的话，吸热加放热会等于零嘛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公斤数就是200嘛，好，200公斤，那质量是200公斤，乘上比热是一，乘上温度变化量是末温减初温40减30。再加上它的质量是 x， 对不对？乘以比热是一，乘上温度变化量是40减60，末温减初温等于零，你就可以算出 x 算出来是100公斤，啊，100公斤就是100公升。当然，这个格子上课的时候有教过你，怎么样一秒钟就可以看出答案，算都不用算。所以同学记得，理化早师长，成绩一定在。